大家好，我是老爹，欢迎收看查克的玩具箱。yeah! 好了，不是啊，各位观众，今天呢，我们来 PDCG 开箱啦。那很荣幸的被查克邀请来他的这个工作室，小小的工作室啊。相信大家应该都有看过蛮多影片的这个背景的，谁啊，应该都还没开过玩具的好不好？那查克呢，这次非常的夸张，他直接买了16盒我们的肥盒，我们的顶级强化箱，宝可梦中文版第一次推出的顶级强化箱。对，而且我一开始都把它叫成翻天喜地，所以差点买成16盒翻天喜地。不只是你，不只是你，还有阿静啊，还有谁啊，都觉得这叫做翻天喜地。没有，翻天喜地是有钥匙圈的。对对对，哎，其实那钥匙圈很不错，很不错啊。哎，我有用过，我觉得很不错。嗯，那我们来问一下查克，你为什么要买这个16盒？你的目的是什么呢？哎，其实真的是很简单，因为这个版本的系列卡片比较少，所以那时候补充包我打算没有打算看很多。可我看到这个消息的时候，我就发现，哎，里面有闪人，然后中文版第一次是闪人嘛，然后我想说，一个基本能量应该。大概最多最多就是用到16张吧，对，那我就买了16盒，我就每个系都有了吗？哦，这就是你们的想法，是不是？对对对，直接差别。对，所以之后，我组每一副牌都可以直接拿闪。都可以用到闪了，哦，原来是这样子哦。你知道别人的想法是哦，我们有16个卡盒，16个卡套，哦，好厉害，这样16个卡包。但没有，查克是为了闪能量，所以他买16盒。对对对对，真的主要就是为了他没有要单收闪能量的意思，他只要闪能量就直接买16盒，哇，大气，对，厉害厉害。因为一盒里面一定有各一张嘛，啊，除了妖能以外都有用啊。那里面那些硬币跟卡套、卡盒，那些哦，那可能就是堆在旁边，有用你的时候再把它拿出来。查克的玩具箱可以接受。好了，那我废话多说了，我们有16盒要开，是需要一点时间的哦。那我们就马上来开了，好不好？好 ，OK。查克，你自己期待开吗？你看过里面的东西了？我看过里面的东西啦。对啊，就是我是希望开到多一点高版的一级的东西啦。哦，这卡盒其实蛮漂亮的。对，很漂亮。我本来把它当消耗品，这看起来不错。它卡盒材质真的很棒，然后硬币啊什么的都做得很好。哦，这个红色硬币蛮漂亮的，这真的很漂亮。因为我特别喜欢红色啊，说真的。哦，真的假的？对，你可以看到我的周边都是红色的。16颗红色硬币，恭喜！对，我们不用再用那个亚克力把它套起来了。真的。而且这样子，你有16张的插字，16张的插字，哎，这个我倒是真的没有想到。啊，你没有想到，反正就是为了能量就对了。对，而且当初那时候，我觉得就是可能我的想法一开始真的想错了。我一开始觉得插字应该会很低价，大家都是为了能量，结果还好像不是，大家好像还蛮多人为了插字。对对对，我自己也是觉得有插字符在是比较好啊。没有啊，因为我记得闪色明星出了很多插字符啊。嗯，不如我们先把卡包全部拿出来，全部拿出来，先选拆。对，反正重点，你只是要能量嘛，对。对，没关系，这个把它堆起来也是可以。对，很帅啊，很帅。叹息之墙，叹息之墙。嗯，对。这个开16盒，开到一盒亮面的，这是隐藏版吗？隐藏版，各位观众，隐藏版，这个看到别人比较厉害、啊，这个可以留着当纪念哦。嗯，看里面东西有没有？对啊，基本上都有上里面那一层，对，就感觉还是没有上到那一层，可能是瑕疵，可是还蛮漂亮的。对啊，里面东西都一样。对对对，卡包上堆这样子，好像 PTCG 大毒枭，啊，PTCG 大毒枭，然后啊啊。一点，然后就是你这一次的酬劳啊！哇哦，看起来真的是非常凶猛啊，好不好？那查克，你要先开你的能量吗？能量就放着吧，还是我们等下开一轮就好了。好，开一轮给他开一轮，都一样嘛。对，除非他跟美版一样给我5张药能。应该不会啊，可是我听说有多就是有时候会开到多卡，因为志奇他说他开这个的时候，他开到多2张卡，就是多2张这个特。可能他多了2张，很奇怪，所以这个有时候可能包装的阿姨可能会搞错，可能多放了几张。哎，我们来做一个突然的花絮好了。好，你买的红包？对啊，我买的红包。昨天还没开的是不是？没有，全开完了。哦，全开完了。对，昨天早上我老婆就是问我说，我7点半出门干嘛？在上班之前。对，买红包。买红包，对。然后终于有一张。你开几包？你开几包开到一张？3束。对，总共60包。60包，那你运气很好。对，我们买了4束，4束，所以是80包。第70包的时候开刀，我也是第50几张才开刀，超可怕的，真的很难开，对，不好中，拿去鉴定了，好不好？哎，这次还不错，我运气还很好。皮姐，那就鉴定了。我们开了70包才开刀哦，对，所以各位这个红包很优质，大家而且要知道这个红包拿来包给大家，真的可以包，对，因为它没有那个拆封的痕迹，很可爱，真的可以。对，我打算全部拿来包给小朋友，这是同一天发售的，所以大家可以去
订一张连碰碰运气啊！希望还有啦，买三包就会有一包红包。好啊，那麼 好，那我们现在就来开卡包吧。要先开一起来联起，先开联起好了。对，先开联起。好，那各位，我们这边呢就先来开联起的好不好？好，联起查克，你最想要卡应该是金等级球吧？我想要的是那个 B Max 的意图。我那张真的很难开。对，因为金的等级球目前来看好像还是抓不太到什么东西。不过它是一张蛮未来性的卡。对啊，提示很不错。球类都是这样子。第一名最贵的，目前应该看下来是那张连旗意图 B Max， 因为那张真的太难开了。真的，我开了一箱没有哎、欸。一箱没有，那箱没有，有点衰。三只企鹅意图，谢喽。那企鹅意图也蛮好看的。不错啊，不错。但是出来三张就不是不错了，出来三张就不会觉得不错了。来来来，你说企鹅，我就我第一张 SR 企鹅，马上就出企鹅。我们也可以来比对一下，16盒等于是一箱嘛。嗯，差不多。一箱的肥盒跟一箱的补充包比较，一箱的肥盒会开的比较好，还是一箱的补充包会开的比较好？肥盒的配率都好像没有固定，对不对？没有固定啊，都是随机的、啊，很可怕。所以刺激的就来了。对，一箱肥盒跟一箱补充包做比较的话，应该是一箱半，因为一箱是12。哦，一箱是12。对，我是一箱再多一点。对，多一张连旗。哎 ，SR 的 SR 的一箱算、哦、各12嘛？十二，那就是12×16，192。192包，对，各192包，其实还是蛮多的。而配率是随机的哦。随机的，对，不像是补充包会有一点点的配率。192包，所以大概就是6盒多一点，各6盒。哎、欸，我帮你开到一张连旗，哇 ，OK，、哦、这个我要用，对，连旗意图，优秀哦，这真的很难开，赚了，真的都没东西耶，就除了刚刚那张意图以外，目前都没看到更好的东西了。192包，我们可以想象成是6盒。那我们等一下可以看一下 SR 到底有没有六，如果有的话，有的话就差不多，对，因为大部分都是 SR， 就是吃掉一盒的那个嘛。嗯，哎，零哎，走吧，没关系没关系。SR 只出前面那几张，印象帅跟连击五道雄狮，连击五道雄狮，目前只有这两张。不会不会，已经有那个闪能就够了。哦，有闪能，有闪能就够了。真的真的，无欲无求，无欲无求，这些都是无欲。对，对你来说有很好，重要。对，没有就算了。然后不要每次在交易版看到我收牌说比较贵，就骂我在炒价格。我是说，没有，查克就是想要用那个价钱收，对对对，价钱卖他就好。对，你就大概拿那个价钱砸我脸就好了。好欠揍，他就是。想要用比较贵的价格跟你买卡，没有，我就是想要比较快收到而已。这也合理啊。嗯，不用那边努力工作。哎、欸。全图马士德，马士德，谢喽，马士德，谢喽，只有三张全图而已，每次都是马士德出来，马士德，那个可尔尼之类的，我想要雅米，雅米是哪边的、啊？也是这里的、啊，也是这里的，雅米，雅米 ，HR 的，自己开，对，自己开，自己想要，说想要雅米就开到雅米，可以 ，HR 的，哎、欸，好像没了，剩两包，两包，没关系，有雅米 ，HR， 来，我们再来算一下 SR 以上的数量。如果有六张的话，就是平均值；低于六张以下的话，看起来没有，看起来没有，看起来没有，这边是空的。然后这三张再加你的雅米，一共四张。哎，没，我没有全部拿出来，我看一下。里面有 SR 吗？我要看一下。我看看，我只有把闪的挑出来。道具的话，等一下再慢慢。哎、欸，有张企鹅嘛？这样子比一般的补充盒还要再少个两张到三张左右。对，少个两三张。因为 HR 有时候是不吃配率的，对，有时候。所以目前这样看下来的话，我们买一盒有可能会拿。有可能哦、拿到7张或8张，有可能。那我们这边呢，开了100多包，目前只拿到5张。5张，对。不过东西是很随机的，就是会比较补充包还要来的随机一点。你看，我们开了2张 SR， 然后而且因为这一张跟这张都是我很想要的牌，刚好对，刚好帮我开到，就省着去收了。不错。那我们接下来呢，来开一级啊，好不好？来开一级大师。好了，各位观众，接下来呢，我们来开一级，对，我們來開一级流，一级呢，查克最想要的也是意图吗？一级我想要的是金卡黑鲁加，金卡黑鲁加，对，因为我很喜欢黑鲁加。你知道我人称爹爸爸球员，你开很多黑鲁加，我这一站开了3张金黑鲁加，哇，一箱里面出2张，然后便利商店的我自己又再开到一张，我很喜欢黑鲁加，来让狗园主人帮你开一张，让狗园主人帮你开一张，然后其次当然就是金的能量啦，金能量是不是？对，那。那你会想要 VMAX 意图吗？你是说 DMAX 意图的那个意图？哎，我觉得它的一级的图片没有差太多。那如果开到的话，你卖我，也是可以啦。我收，因为我差一张奇奇的龙珠了。哎，迷你 QSR， 这张其实超常出的。你说迷你 Q 对超怪兽嘛？对啊，常常出。还有苹果龙，苹果龙 SR 也超常。我们刚刚那100多包里面没有开到金卡，对，所以接着最后来看一级会不会开到金卡。
我们刚好多一张全图亚米吗？没有啊，你漏了，我漏了全图亚米啊！不好意思，我们来补镜头。那没有发现，对对，我们警察了。那其实我们不好意思，那我们这样开不错啊，普罗平均开不错啊，我们刚开不错啊，我们刚这样几张，七张，对七，这样我们刚连集是开了七张。那其实跟那个补充包的配比是一样的，因为我漏了一张全图亚米，抱歉啦。我们放这边，没看到啦。好，谢谢。好，开了快一半，目前都没有出啊，班级了，班级啊。出来了，出来了，出来了，非常可爱，超级可爱，超级可爱。我们抽到一张这个进阶巨人联名宝可梦的一级武道雄狮，非常好看，爱莲武道雄狮。哦，西巴，西巴，哦好多，就是能够爆配啊，来看一下，会不会开的比刚还要再多呢？目前看起来都没有歪，对，还不错，就是还不错。有时候如果你看到什么，哦，还是比较立 flag， 可是我觉得，HR 的，不要乱讲话哦。谢谢啦，谢啦，已经立了啊，他已经开到我就可以立了，谢啦，就是这种东西，真的谢谢你了，真的谢谢你啦，好不好？哎，这没有 say， 真的是很巧。真的很谢谢你啦，好不好？直接先示范了。我们就出了 HR 的苹果龙。我看到马字了，不好意思。马 HR 的马士德，马士达。怎么又是你呢？一二三，好多，五六七，七张了，已经没有，他已经超过配率了。真的，看起来还有一集是不错的哦，来给我一半。还有不少，一集开的比较好。好意外，原来刚连集是我们开的比较差，比较错。虽然没有固定配率，不过我们用大数据，大数据，大数据。如果各位就是觉得不够大，我们再继续凑。不是啊，不是，我们要全部搞不好。冷静点。如果各位想要组牌啊，想要入门啊，或者想要开这一弹的话，也不一定要开补充包啊，就直接买一个杯盒其实不错。里面还有插字符。一级能量，你自己开出来，我自己开自己要了，厉害，不错不错。这已经完全超过配率了，完全超过了。开得很好，16盒开张开得很好。对，这真的是蛮厉害的。是不是以后要买一箱的话，干脆直接买这个就好了？而且多一堆其他周边。我们请他们赶快多出一点飞盒，多出一点飞盒，真的真的。不过飞盒其实现在已经很缺货了。大家都这么想，那能不能再出一张呢？再出一张一级能吗？这也太夸张了。再出一张好卡啦，一定要什么啦？好不好？无欲无求啦，看得那么好，对不对？没关系，就算是学习装置，其实我也接受了。真的假的？SR， 又爆，真的爆配了。李明 SR， 好，开太多张了吧？又出马士德，又是你。等一下，这太夸张了，这太多张了。又是你。好，我这边开完了。真的很舒服哎。对啊，真的很舒服哎。这个开起来很有 feel 哎。比起连击来讲。有没了很多哎，来给大家看一下，我们算一下，对我们的一级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张哎，十张，刚刚是说六到七是正常数字啊，超过三张，超过三张，而且我们一共有四张全图，我买16盒肥盒，一共有四张全图哎，那我们连级呢开到的是6张，两张雅米，对雅米很可爱，然后一张马士德。他到底在哪里出现？我真的忘记了。亚米初代吗？忘了。对，真的忘了。然后连击武道雄是异图。我们这一次两只都开到异图，都是 B 的异图，一级的跟连击的都开到了异图。而且我们还多了一只班级啦。对，而且我们这样加总起来一共是16张。16张，我们刚刚是各192包，对，各6盒半，我们算是3盒，所以应该会有13张。那这边是16张，16张，我们多了3张，多了整整3张。多了整整3张，大家就自己去比较一下，你觉得这个买补充包比较好？还是买肥盒比较好，就看你自己要取舍，把你自己的钱拿去大量买补充包，还是大量买肥盒。对，肥盒的缺点就是要慢慢去找，但是毕竟肥盒它的配率比较随机啦，所以也有可能不会开的那么好。对，像我们刚刚你看，我们连级跟一级就差的蛮多的。对啊，对啊，对啊，它明明都是一模一样的数字。那我们呢？最后来开一盒，我们来收个尾，我们看看里面有什么东西。哦，给我们的查克非常的期待的东西。对，闪能量，来看一下。等一下先透卡套，尽量会是闪能量。首先是插字符，都不到卡套。插字符，然后你看这前面是普的嘛，但它其实里面都是有闪的，镜面闪，然后送一大堆的能量，这个真的是一大堆，不怕你用。然后接下来镜面闪，限击球，限击球，对我们最有名的镜面限击球，这些都是镜面闪。其实还不错，因为这些牌很多都是使用的，像博士跟老大都是镜面闪，闪的闪法，还有马力。然后特能呢？
也是都闪的。哇，哎，这个我不知道，我忘记特能是闪的了。你的重点应该是这些。对，基本能量。基本能量。永不退环境。永不退环境。合理。对，合理。永远都是闪的。哦。除了有一张退了，对不起。除了本能。没有，你还是可以放吧，我记得。还是可以放，还是可以放，还是可以放，还是可以放。就变成一个无能量啊，就变成一个无能量啊。好啦，各位观众，那这是我们这一次开了16盒的量，相信 YouTube 上面开16盒的人应该很少吧？应该是没有，不太多啦，对，大部分都是开普通包啊。那就给大家看一下我们这个杯盒里面的卡片跟补充包里面的卡片差在哪里啊？那大家如果想要看我们的一整箱的补充包的开盒的话，也可以点资讯卡或是结尾连结回去看，让大家自己去衡量一下，说，哎，我这一弹应该要买杯盒比较好，还是买补充包比较好。我自己觉得，如果你要组牌的话，你可以买一个肥盒加一个补充包，一盒就是一个一，对，各一这样。那你想玩一级的就买各一，那你想玩连级的也是买各一这样，就自己去衡量一下标准。但如果你是要玩钢牌的，那你就要买一个肥盒再加两盒补充包了，因为你可能会需要用到青铜钟嘛。哦，青铜钟跟钢牌它是在分别在不同的地方的，就有点尴尬。对，蛮尴尬的。好，那也谢谢查克呢，今天愿意让我拍摄啦。哦，不然这个自己在家自己开的话，其实是蛮寂寞的，我们不如来拍个片嘛，对不对？对，对不对？然后开心嘛。其实开这个蛮累的，那么多人手还蛮方便的。刚好给大家看一下你拍出来的如何啊？我们就感谢查克的玩具箱赞助播出，耶！谢谢。好啦，那么今天影片到这里，喜欢我的影片的订阅我，或者我的粉丝专案赞，有任何问题呢，都欢迎在底下留言跟分享。那么我们就下次见喽，拜拜，拜拜。